Hello， 蒋哥，今天来改装这台古茂田。哇哦，这台古茂田超帅！来吧，我们换一台改装车。改装车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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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它。这台跑车，古茂田，我们看一下刹车改满，加一点点。那保险杆有什么？定风翼，我们就用最好的吧。最好的才16000啊！保险杆，保险杆，哇，哇，哦，接车哎！这是多了一哦，多了一片一大片的那个挡板。行，可以加到满，这个用最好的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就看个人喜好，这个还 OK 啊，成对方口排气管，然后引擎盖有什么？碳纤维的，选哪一个好看？这好多洞洞。洞洞装 OK 啦，洞洞装。这个我先随便选个颜色，我好像选了太多红色了。看一下涂装，涂装有什么？竞速蓝帕打体，雷木红木烟叶竞叶 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全福银行，爱路服饰，红色，红色配黑色好看吗？这个全福瑜伽 ，OK，其实它的涂装还 OK 啊，没有到很丑。选错这个 OK， 它如果搭配红色、黄色，等一下，什么颜色比较适合它？照在哪边？哦，我在后面，黑色橡胶挡泥板。我看一下它的亮金属，换一下。红色好漂亮啊！红色还蛮适合的，只是它字跳不出来。我再换一个亮色系的，黄色怎么样？黄色可以。亮橘色，原来是亮橘色啊！黄色，黄色可以啦，黄色可以 ，OK 啊。看它其他颜色也还 OK。先这样吧。我们的副色调改哪边啊？看不太出来啊。它还是某一些引擎盖有副色调可以选吧。好像是哦。那我们的帮会蒸汽在旁边，然后车顶有什么 ？OK， 加了一些碳纤。这个好，对吧？社群。这个小块的好了，我选了太多，先这样吧。OK， 那我们的尾翼的，我们的老流板选择还蛮多的哦，哪个比较好看？好小，大一点的。哇，怎么都是这种鸭嘴型的？终于有一个比较大了。GT 哦，这个吧。我们的炫调系统，我们调低一点。
这样速度会不会快一点？速度快一点就很爽了。哎，好了，先这样吧，那就把它改满了，其他都差不多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去试车一下。哇，晚上了啊、哦！加速很快，哦，来开启人生。哦哦哦！糟了糟了糟了，打滑。那么剩下爬山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冲上去冲上去，快！哇哦！有点紧张啊。还行啊，还行。古茂田是哪一台车啊？有点想不起来。哟，好险哦！瞄到了，瞄到了，硬要擦他的车，刮花了啦，车子刮花了，我去看一下。甩尾还蛮快的，尤其是这样超车的时候还蛮好用的。滑了，好了，这台车性能还不错了，我觉得，虽然不是说非常的快，但至少，飞起特技失败了哇！啊，因为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